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爵士花园的复式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首先我就要想一想这个感光式的楼梯，因为单位的饭客厅就是摆在单位的上层。这个二座的复式单位实用面积2085尺，上到来楼上呢就已经见到单位呢做好晒装修。单位三边都有窗，而且采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。从这个窗那里可以望到出去呢，整个京士柏公园的景观都可以望到。楼上单位呢都有房间的，这个房间呈 L 型窗，望到呢就是开阳的景观。另外一边的房间呢，现在就是做了张组合柜的床，可以当作工人房用。这个房间景观翠绿园景，工人房呢都有个独立的洗手间的，而洗手盆呢就是摆咗喺门外边，工人就可以喺呢一个洗手间冲凉都得。单位嘅浴室呢就是放埋个洗衣机嘅，浴室有窗，冲凉嘅地方是用企缸。再望埋个厨房啦，厨房经过业主精心的设计，做了好多的橱柜，配备各类型的厨房电器和煮食炉具。看完饭客厅，现在就是从这个楼梯落翻去楼下那层，望翻单位的睡房。首先我们望一望这个主人房，一入房间第一件事就是见到单位这个 L 型的衣帽间，之后呢就走入去睡房区了。首先就是见到这个书台，之后就到了主人房睡眠区，可以摆放大型的双人床。睡房景观望翻翠绿的园景，套房浴室设计时尚，浴室有窗，冲凉的位置是用企缸。第一间客房同样是设计了一个衣帽间。之后就到了单位的睡房区，同样可以摆放双人床。预订多一个入场的衣柜，房间有三面窗，采光度极高。第二间睡房是呈长方形的设计，客厕是正阔落，有充足的储物空间，浴室有窗，采用企缸的设计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